哎，秦朵老师，你说我怎么才能长出一双翅膀呢？我劝你还是现实点，好吧？那我喜欢的人是摩羯座，你能告诉我怎么追到他吗？咱还是研究人怎么长翅膀吧。哎，你想要什么颜色的黑色怎么样啊？哎，星座老师，你知道怎么搞定十二星座吗？想要搞定白羊、狮子和金牛，你得顺毛捋，得供着；想要搞定双鱼、巨蟹和天秤，态度要软，得哄着。至于双子、射手和水瓶嘛，不好意思，你等着被他们搞定吧。哎，那剩下的呢？剩下的搞不定，惹不起，放过自己吧。搞错了，再来。